सर म यहाँ तो 8,000 पाउँछम तलब अनि त्यसैमा घरको खर्च चलाउँछम त्यतिमा पुग्दैन सर曼妮莎和尼泊尔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女孩一样，为了家计选择辍学。唯一不一样的是她遇见了慈济。慈济提供工作机会，让她顺利完成了高中的课程。2023年，曼妮莎终于可以在库达巴卡学院修读教育系，慈济继续扮演她未来的明灯。15,600. 不只是补助学费，还要送他一份礼物。Oh, yeah. Going to school, Manisa, going to college. Yeah. 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去买这个书本、课本和那个他要做制服的布料。我们先要选课本。本缺货了，他会再订，所以我们先把有的先把它买回去先，那我改天才把那个两本补上来。啊，啊，你本来都本来嘛，啊，第二天又给提那，本身搞的，我们那个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弱，提哦，啊，我再去做些 foundation， 去支援，来给他们办理两个去 cycle， 订回去，咖啡、笔、书、本、笔、书、本，订回去。他从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补助他，但是因为他的家境贫困，所以没有办法继续再深造大学，我们又继续在帮忙他完成他大学的学业。他有说慈济有活动的话，他会跟我们一起参加慈济的活动，因为他是出于一份的感恩心想参与慈济的活动。这天，曼妮莎跟着慈济人来到卡利达基础学校，跟着志工一起带动学生和家长，正朝着手心向下的目标迈进。